2013推动热气球感染法正式开始诶。稍等前两年的经验，今年韩卡二代泰加是由美国规则推动。台湾气候海岛这个体型变化动态，为疫情法韩国空间最自由。因为其网线卡手就会在台东，故所以使得其油就会全台湾为业做的自由币，热气球做的 A 点到 B 点的最佳条件。韩国南外其实除了币之外，这个景观清净，应用漳州的向来向外抽自由币的厉害。今年台湾热气球是第三年，从第一年起感冒飞行员无球，到第二年有两粒球，有五三飞行员，到一下非常完整的飞行团队，七三飞行员五粒球各加上两粒气球。其实今年最大的特色就是，按照台湾的民众不是买机票出国去坐热气球，在台湾这件事情就会发生。我想在世界各地的台湾侨胞，每年你都会转到台湾。热到的时间不是排到太黑，其实台东是一座动真的所在，你做得从高空来看台湾一座美丽的报道。有些天拜来到台湾，我们全部当喜欢，也会有渐渐的壮阔的风光，因一栋游山，也会比较当好高，还有渐渐的日头动真。我们是从新加坡来的，基本上来到一座热气球感染发挥，感觉清真当欢喜。第一摆看到安度跟热气球向下边，因为出面落雨，故所我就无坐到，我就基本上早上已经坐到一摆，还有基本上看到无向阳出现，故所感觉当欢喜。2013推动热气球感染法，为台湾观光写下新的里程碑。